我们在开场前是不是也可以，最重要是要有观众，还有我们大家所有支持的好朋友，是不是给我们自己，给所有我们演出的人员，再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做个开场。谢谢大家的莅临。 所以今天听说你们有岁末联欢，我可特别来看一下哦。我们是不是给林淑珍老师在掌声鼓励？因为我看到陈丽香，过去的表演跟今天的表演，彩排的时候看她当男生很阳刚气啊，就都啊，在跳又很女生，很柔美，所以男生女生都跳得很好。可见呢，林淑珍老师教导有方，所有的学生都很棒，而且分三级一级上来，听说陈丽香已经是。 其实日本舞学习并不是那么困难的。